贱女人赵兄妇啊！妖精打架，你们在干嘛？妖怪打架，有敲到你个人的吗？有，金柱哥刷很深的，用尽你们所有的权力，把光明灯全部给我抢过来，就因为我是人，我也要生存。谁不需要生存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如。然后在《华灯初上》里面，我饰演的是罗雨农，是光的老板娘。其实原本小杜要写的就是一个我们另外对门酒店的一个竞争对手。那我说啊，如果只是这样子，就是其实也蛮无聊的。我就有去调通那边有蛮著名的第三性公关的这个店，我们就把这个资讯给小杜，我说你可以看看，也许会给观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大家好，我是康仁，那很高兴来拍这部戏。那在里面有自己的一间店 ，Ico， 就是上一代的变装皇后，跑到了就是调通来创业这样。我帮你吹。然后不小心认识了就是光的，所以那边的 Rose 妈妈 ，Ico 啊，所以 Ico 就到我们店，然后我就叫他去好好的照顾客人。哦，哪一种照顾？就是好好的照顾客人的夜晚的心情，给分心灵。对。好，这跟下药，我也分不出来了。宝宝的开场应该要怎么样呈现？那原先的剧本就是类似要就是跟光不一样的气氛嘛，因为光是很正派，他们是不能乱摸。一开始 Action 就泼水了，所以 Action 就泼水了，没有摸，还没泼杯里就泼水，不行，太紧张，以前的够了吧？哎呦，冲啥没？冲啥没？客家台语。他们的数值算是挺高的了，我们数值就不高吗 ？Sugar 的数值就知道光子声音怎么会好呢？我姐妹。我们这也是比较走年轻大胆的风格，就是因为老板娘是这个样的一个人，对。我们数值比光高很多，对，所以那时候跟导演讨论就是，他们都不认识怎么打，专业。你是被打的那个？哎，没啦，我还没喊醒。就不要跟宝宝就这样子，对，先搞定。我踩一脚而已，我很快。就带出来，在镜头前面就对了，这样子或者这样子都可以。然后就像越狱风云一般的在爬牙。然后拿出牙刷。过去，然后另一脚就是这边。哎，边。出镜之后呢，留下比较胆小的两位，反而跟宝宝。然后看一看，好，你们就因为三，因为后面因为也有小姐来，你们不是很凶，纸老虎，凶的程度你们还是比较凶嘛。我是饰演一个不想打架的人，好，可以。阿珍，贱女人赵兄妇啊！妖精打架，你们在干嘛？妖怪打架，有敲到你个人的吗？有。金柱哥刷很深的，这里还有感觉，这样就没感觉，你要还是要大力点，还是要大力一点。Drag Queen 的眼睛，因为我们都有遮眉毛嘛，因为我们男生的眉毛，我想说剃掉可行嘛，毕竟只是客串，我们眼妆都非常的厉害这样。我也第一次有类似昆虫的东西在我的眼皮上，输了啦，我妆感整个都输了。我是孟兰娇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宝宝，欢迎到 Sugar 玩啊！等你。